今天呢，给你们分享一款非常好玩的小东西啊，它到底有多小？可以看我的手掌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什么东西？一个非常小的液压千斤顶，对吧？没错，它是用液压油的哈，而且是个全金属的材质。可以听到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动的那种啊，哇，厉害！现在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一个小的液压千斤顶，它的力气到底有多大啊？然后这一台推土机它的重量大概在30公斤，可以看到它的后尾钩现在是保持一个平面的状态，对吧？我们来开始挑战，哇，很轻松的，可以看到后尾钩现在已经升起来了，对吧？很轻松啊，我们来继续，履带也现在升起来了，对吧？一指，再来。哇，这个千斤顶竟然还是个两节的耶，对吧？第二节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缩回。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